有网友提问说，我今年33岁，结婚13年，我老公脾气非常暴躁，一年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发脾气，这些我都能接受，但我现在受不了他每天拿着手机什么都不管，这样的日子已经有2年多了。我爱他，特别是爱我的两个孩子，我想过出去打打工，可是放不下两个孩子，我一直在等待我的老公长大，但他还是丝毫没有改变，我该怎么办？其实改变一个人的性格非常的不容易，但是我们可以思考去改变行为模式，不能接受的要明确告诉对方，如果对方不能调整，那么做好自己为人母的责任，晾一晾他也是好的，逃避是最不好的方法。